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段能让大家感受到一丝宁静的直播。Hello， 大家中午好。今天呢，又是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段直播。希望这段安静的直播能给你在喧闹的城市中、繁忙的工作中带来心中的一丝宁静。啊哈哈，走开！我，哦，来了，走着，周老贼，周老贼，救命啊！即使你身边有这样再喧闹、再热闹的朋友，也不必惊慌。慢点儿，他让你再猛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再猛一点，再慢一点。不可以，危险！要像我一样，即使身边有再多的波澜，啊，再大的浪，眼睛睁不开哟，再大的风，哎呀，高高高高高，都阻拦不了你强大的内心。我，好的，漂亮，啊。保持你的内心，可以的，要做一个强大的自己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，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